哎呀，不好不好，现在开美颜也遮不住我满脸的皱纹，倒是你越来越年轻了。你当初要是没那么早生孩子，也不会老得这么快。女人呢，还是以事业为主。在家不好吗？还非得出去工作看别人脸色？再说家里面这么一堆活呢。当初说好了啊，大了我就出去工作的。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又不是为了给你当免费保姆的。我回来了。嗨，你这么久都没工作了，不了解市场，没通过很正常。来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我帮你改的简历。你呀，就是太谦虚了，优势都不放大出来，让 HR 怎么选你？来，你来跟我说说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我不是没面上。啊？下一位，请听。和我一起面试的小姑娘，年轻漂亮又自信，我哪什么跟人家比啊？胡说！你现在身上优势多了去了，好吗？你面试的是母婴公司，你是妈妈，他们比你有经验吗？再说了，你现在家庭稳定，孩子用不着你操心，这都是你的优势啊！真的。啊、哦，这是你想买了很久的百雀羚，以后啊，你就尽管做回你自己，想工作就去工作，不管你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。走，今晚上我请客，庆祝庆祝。嗯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偷偷摸摸藏在这儿，你是打算送给谁的？我这不是做两手准备吗？一旦过了，你就穿着它步步高升；没过，我就陪你从头再来。就你会说。你一回来我就看见了。媳妇儿，这儿。哎，来了。走，咱吃螃蟹去，走。